麦克风向投资者集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。最近听到一个留言跟我讲说，买一块矿车在高速行驶时过弯会出轨。我在想说你是普悠。好了，没事。既然有人提出这个疑问，我们就来测试版本 1.13.2。秋风第一个测试的就是这个，先经过红石铁轨，然后再开始转弯。转弯铁轨是超越红石的超高速铁路嘛，然后转到这边之后马上旋转，如果它能出轨就这样 biu 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来测试看看。准备好了，秋风发车，啾啾啾啾啾啾啾，哎，顺利到达终点了。看来没事啊，不会啊，可能不够快，我们把这一段改成斜的，让它俯冲下来可能会更快一点。秋风第二次测试从上方这样子冲下来之后，再经过一连串转弯铁轨，最后这个弯看能不能冲出轨道之外，证实它能不能出轨。来，测试开始来咯。没有啊，这样冲都不行哦。那我们直接冲到这边，就让它旋转，看能不能出轨，好不好？冲到底就旋转，也不要一连串转弯铁轨了。虽然我觉得转弯铁轨真的比较快。来喽，转，很顺利的转过来了，完全没有要出轨的迹象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是什么精神外遇出轨哦？秋风目前所在的版本 1.5。红石改版的时候，我想说会出轨，是不是红石改版改到坏掉的 bug， 所以冲出去了。试看看好不好？ 1.5 发车，咻，很顺哦。哎，还是这个轨道不够弯。如果够弯的话，是不是有机会？这样子弯成这样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么弯哦，再不出轨我也没办法了。来了，冲哦，冲哦，很顺。不管怎么样，不出轨他就是不出轨。现在秋风的版本在 1.0.0， 这个时候连木质按钮都没有哦，很阳春的系统哦。看一下这个时候会不会出轨，或许也不会。哎，还是我都是测试人啊，说不定是载着物品箱才会出轨，对不对？这种麦块物品箱，然后那个曲度再高一点才会出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也试看看好了啦，都等于试，看这样会不会出轨。物品箱去吧，很顺利的转过去了。其实秋风经过了多方测试，从来没有看到他出轨过。最忠贞不二的就是麦块里面的铁轨了，请对轨道系统有点信心好吗？你会出轨的铁轨可能是先行版在测试，可能是更早期的吧，不是正式版本的，我不清楚好不好。或是你玩的根本就是 mod， 那 mod 也不用拿来讨论，因为 mod 什么都有可能，我也不方便讨论什么。那个今天的都市传说大追击，在高速行驶下的矿车急转弯会出轨吗？留言破解，不会，从来没有出轨过，我也从来没看过他出轨，他很忠贞不二，很棒的轨道系统，请大家再说一次，请大家给予他一点支持。我们今天麦块都市传说大追击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还有什么你觉得不可思议的都市传说，欢迎留言在下面，秋风就会努力去尝试。那我觉得有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的，我就去试，试给大家一个痛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